你们好，现在我们在路上去我们的家里，我们正在上课，吉祥白呢说一个，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课复习一下，因为我们需要新的书，但是外面没有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复习。我觉得复习非常没有意思。还有，在一和二节课，我觉得这个课这些课比较有意思，但是，也不错，这个老师有意思，所以我们现在回家。好。再见。